仁义多么奢侈！枪尖在燃烧，大河之剑天上来，无敌的我又迷路了。百发百中，飘啊飘，命运不配做我的对手。想欣赏妾身的舞姿吗？大小姐驾到，通通闪开！刻骨铭心，能群殴何必单挑呢？好好教导你什么是尊师重道。赵子龙参见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想挑战的人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不客观地说，我是个好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者荣耀的主播韩泡泡。2017年王者荣耀冠军杯暨暑期盛典，希望所有参赛战队能够全力以赴，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，也预祝王者荣耀冠军杯能够圆满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刺哲周。2017王者荣耀冠军杯暨暑期盛典，希望所有的战队能够全力以赴，取得好的成绩。同时呢，也祝王者荣耀冠军杯能够圆满结束，越办越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贤。在这里呢，祝愿冠军杯越办越红火，祝愿战队呢能够以自己平时最好的训练状态来赢取比赛。我是简贤，我为冠军杯加油助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人鱼桃啊，非常荣幸参加王者荣耀冠军杯啊，在这里呢，请代表我自己祝王者荣耀冠军杯越办越牛，小王者荣耀呢也越来越强势，各位召唤师们可以吃好喝好玩开心。大家好。我是王者荣耀主播柱子，2017王者荣耀冠军杯暨暑期盛典，预祝本次王者荣耀冠军杯能够顺利举行，越办越好。各位征战于王者峡谷的召唤师们，我是居合斩之王萨口家。2017王者荣耀冠军杯暨暑期盛典，希望所有的战队都能全力以赴，取得好成绩，也预祝王者荣耀冠军杯能够圆满结束，越办越好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兜兜。王者荣耀冠军杯暨暑期盛典，在此呢预祝所有的选手都可以取得圆满的成绩，本次比赛可以获得圆满成功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小鹿。王者荣耀冠军杯暨暑期盛典，希望所有的队员以及选手和队伍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实力，全力以赴这场王者之战，同时也是预祝冠军杯能够圆满结束，越办越好。哈喽，我是少林度。我作为一个地道的成都的，诚挚地邀请各位专程来看冠军杯决赛的小伙伴，体验一下我的家乡成都的特色，吃的有特色的串串、小吃、火锅，耍的有锦鲤、百褶箱子这些。这个夏天清爽暴击，我们打成一片，